委员吴玉仁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吕玉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吕玉玲、王玉敏、苏金泉、吴玉仁等32人，鉴于12年国教、国中会考确定加考音听，但除了音听设备尚未完全到位之外，偏僻音听师资不足且流动率过高问题更加的严重，尤其偏乡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师资招募不易，据任用资格教师取得的资格后，绝多会请调都会地区，导致原住民及偏乡地区学童受教权无法维护，故建请教育部除尽速透过各方案及补助满足偏乡音听师资与设备需求，同时也严厉鼓励在地优秀人才回乡服务办法，以稳定偏乡地区音师资的资格的来源是否有当，敬请公决。